哎，王老板，啊？你说咱们养那个阿萨卡阿里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俩如果要把它扔下，开车走的话，它能不能跟着？能不能跟车撵？差不多吧，阿萨我觉得能跟着阿里，因为阿里平常就是你撒开它以后吧，你喊它它都不回来，它必须玩完了，玩够了，时间挺长，而且它自己愿回来它就回来。阿里，我觉得可能性有点小。阿里之前也是，他跑吧，我越追他，他越往他那方向跑。你也遇到这事儿，你也遇到过吗？那咱都养成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要不一会儿咱找个那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咱试试，行。先试试把他俩放开，然后看他俩追不追咱反们。正我对阿里追车的这个可能性，对他这个信心有点低，试试吧，这不个试。概率有点低。他追车的话，那不试怎么能知道呢？试试，找个地儿试试，今天就试试，好吧？行。假装把阿萨扔下，你看看阿萨。一直追着我们车走，我们走了很远了。飞过来，这好狗，心疼了吧？看阿萨累的是吧？他一直在追着咱们车。阿里就不一定追了，我。给他歇会儿，给他水喝。那是大风车底哈，风景发现里。来，过来，阿萨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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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伤心了吧？找不到主人了。你们歇会儿，一会儿跑挺远。阿萨，过来，过来，行，坐下。他着急了，现在。他寻思怎么的？现在追咱车走，你说累的。放心吧，我不扔你。阿萨累了。他别着急，他主要是心里着急。你咋把我落下？阿萨。他为什么喘气频率那么快？他着急了，刚才您着急，他在跑。你看他跑多快呀，跑多冒烟啥的。他对咱忠心一辈子了。哭了，哭了他，他没哭。是，我把你丢起来啊！丢起来。让他喝点水吧，这会儿没事了。给他喝。来，好。
心痛。快放下吧。看他怎么喝水。对，他得歇会儿，这光喝正好。刚才跑那会儿喝不行。走吧，走吧，他上车走，过来来，这回你来不上车又把你拦了，你也过来，你也过来。我在看这个风车，阳光透过它的白毛，很漂亮。这回他可是害怕了，准备把他丢下去。不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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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丢。那里。哎，朋友们好，我们现在还在宁夏地区呢，咱看看这边这个山，全是这种丘陵地带。刚才呢，咱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荒无人烟的，然后试探一下阿萨的忠诚度。阿萨呢其实不用试，我们呢从收养他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，媳妇，两个多月了吧，嗯，两个多月了，以为就怕他丢了，怕他不跟着主人，然后呢他在那边玩的时候我们就开车一点点走，他结果呢他后来就追上来了，真的特别感动。王老板心疼了吧？嗯，嘿嘿。这的风车真漂亮。对呀、啊，看这个云彩，云朵都这么低啊，这云朵哈、啊，太好了。这种蓝，你看这个天，这种蓝是深，有点深。深蓝，必须都试验试验，要不然的话，养了这么久，它还不到。阿里下来，阿里，它都不下来，你说它可能知道，阿里。对，阿里养的时间还要长。阿里走走下，嗯，你走吧。啊，你把它扔那儿。那是不行的，那门自动哎，门就这样，别整它了。啊，门就这样自动，还没等关上，从这儿溜下上去了。他可能看着阿萨的，可能看着阿萨的出来，你知道，看着阿萨了。走走走，阿里下来，我们不要你了，养不起了。哎，关上关上关上，关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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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走了啊。嗯，走了。你上车，你上车，看他追不追我们。虽然这个招有点残忍啊，这个事儿就得试验试验的。养阿里比养阿萨时间还要长。啊，你上车吧你。阿里，我们走了。会低头好奇一些东西。在这等等，在这等等，停下停下停下，不是你先停下，他已经看不到了，他正在往这来，你刹车什么那个，他抄近道来的，从山上。出来了吗？
他只是在探寻着什么，但是还是往这看，往这边看。他去路上了，他去路上了。他往这看，他就找着咱们去了。跑了，嗷嗷的！哎呀，这步伐比较快啊！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！嗷嗷的往这跑，哈哈！别累着他，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，我看。你等一下，别累着他，来，我下车，我下车。阿狸，阿狸，啊哈哈，乖乖乖乖，好阿狸。看着咱，偷偷观察咱，看这样真逗。嗯，看着累的，嗯，我们不跑远，嗯，乖，乖阿狸。别着急了啊！嗯，坐下歇歇吧。嗯，歇会儿吧。这个兔跑得特别快，不行吗？它跑得特别快。那刚开始搁那块就搁那角落玩，偷偷瞄着咱们，是不是？嗯。阿丽，过来。过来了。我大俩就坐了。你准备再做一个大点的一个雪球。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目内含轻快笑着行。明明是一场空在梦里浮沉，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。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，悠悠我心无处寻觅。是非有功你十二梦。走吧咱们，这块晚上风会很大。雨送冷风暖又太远。让他俩上车咱走。阿三阿里上车。自送梦三。阿三，上车，上，上，上去，上去。阿里，阿里，上，上车。阿里，上，上。你要把门关上，他就着急了。上，上，对，上去，跳。嗯，真棒。那大蝈蝈呢？不知道。大哥哥呢？哎，大哥哥还在这儿。走了。哦，走走走。嘿嘿，走吧，这回。走吧。嘿嘿嘿，不反响啊。嗯。这回咱把它试完了，你怎么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没让我失望，阿里，阿里追着咱们跑那一瞬间，我拍到他。他就是那种很大的跨越，那种奔跑那种追车，我就感觉没白养，真的没白养。几个月，从端午节是六月几号，六月十几号吧，对，到今天三个月，嗯，三个月培养出感情了，感觉没白养，真的，我都没想到，嗯，我都没想到他一开始他就在那个山坡上，嗯。根本就不走，没有走的意思，在那嗅来嗅去，嗅来嗅去。哎呀，我一看我就感觉他不可能追，嗯，他真不可能。你失望。我说你停，你刹车，你停，你等等他。我还想再看一看，但是心里面还是觉得希望他追，嗯，希望他追上来。嗯，那后来你开走了，你继续开，着急了，立马就回到路上，那种大步的快跑的那种感觉，往我们身边奔跑的，特别感动，真的。嗯，他很聪明，他在那块儿就偷偷看着了，看咱是不是真的走。我觉得，你看真走了，他特别聪明，对他一看，因为他边嗅嗅嗅，然后还看你一下，嗯，然后在地下闻一闻，再看看你啊，你车不走啊，嗯，车不走，我就继续在这儿玩我的。他搁那拿捏。对，他玩我的。然后真正的看到咱们车一直在走，哎呀，这得追了，赶紧得追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反正这次测试非常成功。嗯，
对，当他奔跑的那一刻，我就心里面就觉得，嗯，真的没白伺候啊，没白养、那狗，对，没白养。一流浪狗现在成主认主了，对啊，有成就感。一开始我就觉得那个，哎，你一撒开它吧，你叫它也不回来，嗯，你就它玩够了，时间长了玩够了，它能回来，就是感觉没什么太大几率，追的概率不大。嗯嗯，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嗯、阿萨是在意料之中的，我觉得我对阿萨是信心也是比较。因为阿萨它毕竟它是一个宠物狗吧，嗯，萨摩耶嘛，它是宠物狗，它、就是依赖主人，嗯，就比较依赖。那阿里平时的那种给人的一种感觉，有你没你都行，有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嗯，有你我没你我都能生存那种感觉，就不是很依赖主人。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，嗯，阿里这个挺好，非常满意。嗯，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是解决不了的，嗯，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解决，也希望、朋友们，也希望朋友们给提一个宝贵的建议。嗯，现在阿萨和阿里呢，他们只要见到陌生人就能给领走。没看他主动接近陌生人吗？而且他总是用鼻子闻人家，吓得人不行。对啊，他不怕人家，还不怕人家。人家陌生人只要来个陌生人接触他，哎，他就跟人也听人家握手啊，然后冲人要吃的、啊嗯，跟人走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解决，完了，咱朋友们帮忙出主意吧，好不好？哎，走吧，咱们看那边去。好像起沙尘暴了，走吧。红红落叶长埋。